五哥，小红啊，朝堂之上，我可是把圣命请下来了。哼，这次咱们要跟他们明着干了。五哥，要是这样，那可就打草惊蛇了。惊就惊了呗，我还怕他们咬我不成。 老五怎么了？让跟着镇北了的人小心点吧。这回算是明着干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起轿。 跟上，我回去报信儿。走。来，这边，这边。 袁绍，跟上了吗？跟上了。啊！坏了，没跟上，快走！有人要刺杀贝勒爷，有刺客！ 给我打！往下打！住手！住手！停！别打了！ 贝勒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哟，魁梧啊！嘿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儿有刺客要谋杀本贝勒，你给我拿下，把他们送到九门提督那儿去。我说魁梧啊，你这鼻子还真够灵的，你怎么知道这儿出事了？这帮刺客，不会是你给派来的吧？我瞅你刚才那拔创的劲儿可像了，真要是你的话，哼，也逃脱不了干系。崔兰生。 镇北了，我打不了，我还打不了你。崔兰生，你别美，我早晚要打你，我跟你没完。你等着，我跟你没完。狗奴才，还不跪下？阿玛，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儿啊。小镇子，你也跪下。跪下。怎么着？ 还让我请家访？胡闹！简直是胡闹到天上去了。没错，这段明德是上任去了，可是咱们的小辫子还在人手里攥着呢。阿玛，咱有什么东西让他们攥着？怎么没在人手里攥着呀？你跟那个小狐狸精分得开吗？你早也去，晚也去，你早晚让人家逮着。 你知道不知道太后是最恨金贵跟戏子弄到一块儿去的？这个奴才知道。当年咸丰爷就是为了宠四春，才弄得家国如此。知道了还胡闹，等着让人家抓辫子。阿玛，
他们抓不着咱们的辫子，因为这辫子早已经进了府了。进了府了？啊，杨如花，那天我把老五引走，您当成什么了？我那是让兰生他们把这杨如花带进府里来。行啊，小子，会绕着弯儿的办事儿了啊！行，像我的儿子。啊，他现在就在后边呢。哎呦，赶紧的呀，赶紧带我去瞧瞧啊！我也得瞧瞧，这天津卫的头牌到底是个什么模样。当然是贝勒爷，这府里头还有别人敢这样吗？说得好。贝勒爷，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啊？得闲？哎，我恨不能天天时时刻刻都得闲，都陪着你。我可不忍心打算让我的美人受冷落了。你可真风趣啊，贝勒爷。哎，只可惜呀，我不能带你出去抖，不能让他们眼馋。我现在这样不也挺好的吗？在府里，光伺候我的丫鬟就这么多，还没等我说话呢，这吃的穿的就都端上来了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。如花，我想让你见见我阿玛。你阿玛？他来看你了。王爷来了。阿玛，如花参见王爷。小镇子，阿玛，快给王爷看茶。茶就免了。杨如花，我有几句话，你可要听好了。请王爷吩咐。一入侯门深似海，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奴婢不太知道。侯门的规矩多，忌讳多，名声打紧。你跟了小镇子是他的福气，可是对你就两说了。阿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在后边。你进了府，钱花不完，吃用不完，可是打今儿个起，你不能出府门半步，你就是憋死了，也只能在小院里转转。阿玛，这不跟关大牢差不多了吗？所以啊，我说一入侯门深似海。还有，你跟小镇子不能有孩子，即使有了，也不能入宗谱，只能借个名目养起来。所以，今后你也甭打算做福晋成夫人。这个，如花早就已经知道了。其实，没有什么其实不其实的，我说的，半个字都不能违反。阿玛，就这样吧，我走了。贝勒爷，我可没指望你为了我你跟你阿玛拼命。